来，张飞，忍耐一下。我要八一三所有的变换都去照胸部 X 光。所有人？对，包括朱太太。什么？我明天再跟你解释，快点。在这个时候，中央又要插手了吗？如果没办法收拾，我们可以说是中央的决策。下午1点要封院，你要赶快出去。我怎么可能离开啊？You shut the whole building down。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。那病人怎么办？学姐，赶快找饭车，来不及了。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妈妈，我在这里。我们是一直口口声声说要超前部署吗？我们的卫生署长在记者会上挂保证，说我们台湾30，你听清楚，这一个案例，我们什么都不做。